切换一下，不好意思。好，那或许直接讲哈，那这一本成全方呢，它从你要去渡他来求道这一本里面也有，你要讲显化这一本里面也有，你要讲渡成全他来亲口的好处这一本里面也有，你要成全对方来设家庭佛堂这一本里面也有，你要引导他去上四年教育班这里面也有。哇，这本里面包罗万象，从一个完全不认识一贯道的人，到后来他可以成为讲师、设家庭佛堂，这一本书，这一本小小的手册，统统都有。那各位浅浅觉得这一本好不好用？好，那你们想不想要？要。这个叫做工具。各位浅浅，工具啦，那些先专党哦，我先说，唯一的工具就是伴手礼跟嘴巴。但是如果你又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会协助你在成全对方 的情况上会加分，大大的加分，这个叫成全方。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不是候选的主场，因为我们候选刚刚讲了，我们有人和单位有爱想有一心的浅浅都各自做了成全二代，针对我们的道场二代的成全包出来，所以我们先来请我们的年轻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设计上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并且教大家什么用，这个很重要。我们牵线道路繁忙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应该怎么做，唔免啦，你浅浅，咱想都用啦，所以教予咱吼，其实嘛无好做，咱就教予电脑较厉害的这年轻人，头壳较灵活这年轻人，互去想，互去做，做出来之后呢，请他们教我们各位浅浅怎么用就好，敢是？你若想要吃冰滴，你家会去研究电冰箱怎么做的？不会，不用嘛。你只要去买一台电冰箱回来，把冰滴冰起来，对吧？对，所以成全包就是这样，我们不用去研究它怎么做，我们只要学它怎么用的就好。所以，我们第一位呢，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爱翔单位的沈玉杰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